敢问陛下，此文是谁写的？你们先不要问，等考完了再说。 二位都看完了？嗯。有何感想？此稿中所写灾异之事，似乎有些附会。你？啊，何止是附会，纯属是满纸胡言。何以见得？此书将天灾说成是君主国政不善，这是指桑骂槐、攻击陛下。再说按书中说法，如果天之灾变都由人力所致，那就不是天主宰人。 岂不是仁义能左右上天？很好，继续说。陛下，像这种影射诽谤之言，不可轻易纵容。完了，完了。那好，朕第一是要告诉你，此文的作者就是你的老师董仲舒。哎呀，你现在没有改变看法吧？ 臣有罪，不敢儿戏。那好，朕第二是要告诉你，这倒也不是什么指桑骂槐，只是书生之见，代办迂腐，云山雾罩，纷乱注视，不知所云。对对对对对，陛下圣明，这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书生之见。不过，请念老师是当今大儒。 陛下又遵儒家之学，罢百家之言，所以要将他收审入狱，以示警训，省得他再向天下人胡说八道。他是当今的大儒，今后更要懂得自珍自爱，不要以息昏昏，使人昭昭。 皇上在身边走来走去，吓也吓死了，哪还认得老师的脾气？主父先生在那给你使眼色，你还在那顺嘴胡溜，哪看得见？我只注意皇上了。朕不明白皇上为什么如此较真儿。皇上现在正要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起来，强化朝廷的权威，以便倾全国之力攻打匈奴。董老夫子这个时候妄自谈天谈地。 望你所谓天意来约束皇上行事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哎，陈章汤恭请皇上圣安。起来吧。臣请示陛下，以什么罪名处置董仲舒？这个董仲舒啊，也真是太狂了点儿了，说的也不是都没有道理。 可这种道理轮不着你做臣子的说呀。朕哪是想真心抓捕他？对这种放荡不羁的狂野之事，找个理由把他关起来，再找个理由把他放了。指的不是他这个人，而是他那张臭嘴。臣明白了。 陛下的意思是，关一关就放了他。放了他，朕已经给他想好了一个去处。这个书呆子，不是喜欢较真吗？那好啊，那就让他去给朕那个谁也管不了的弟弟，让他们两个人去较真吧。让他去给江都王刘飞做师傅。 请，淮南国公主刘玲拜见丞相，请。丞相，丞相，你这是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 走了两个月，
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本来我父王还捎信说要祝贺你斗垮了窦家呢。还喝什么？你看我都被人扒了几层皮，还喝什么？不会吧？谁敢这么做呀？ 还会有谁？你是说皇上？除了他，还有谁有这样的手段呢？他总不会连你这个舅舅都不认了吧？丞相，我看你怕是心病重于身上的病啊。 他娘的，忽冷忽热，而且我还担心，我担心皇上已经知道那件事了。什么事儿？就是建元二年，我和你父王说的那些话，我担心他都已经知道了。怎么会呢？那个灌夫，不是你丞相府的人监督着斩决的吗？他哪有功夫告诉皇上？ 灌夫是没有可能递话，可你保证，灌夫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窦婴吗？那窦婴不是也已经斩决了吗？你又来了，你怎么知道？窦婴在临死之前，皇上亲自去了死囚牢，跟窦婴当面谈。 谈了好几个时辰，知道吧？我看丞相啊，也是自己吓自己。皇上就是知道了又如何？窦婴他现在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了。现在皇上这个时候还怕谁呀？就连皇上的国师董仲舒最近一言不合。 也被问罪下狱了，真的。你看，历来啊，朝廷体制，三公罪尊，太尉、御史，加上丞相，而。 如今皇上在朝廷内设置了内外朝，他直接让卫青负责内朝，由内朝对内阁百官发号施令，这就不但已经把丞相架空，而且是在我的头上压下了一座泰山。卫青，是不是皇上新宠的那个小舅子？ 就是卫子夫的兄弟，就是那小子。你忙活了半天，忙着斗败了窦家，到头来倒是给魏家做了嫁衣裳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别看皇上年纪轻轻的，太厉害了，他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上。 你知道吧？皇上经营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打仗，那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皇上要加强魏家的权势，就是要收拾我田汾，也一定会扳倒皇后阿娇，立那个姓魏的女人。我田汾倒下了，你。 你父王也不会有好下场，起码他也是共谋。再来，他会把各地的王爷都搞趴下，到时候皇上想干嘛就干嘛。到时候，姓魏的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哼，我说嘛。
宫中美人无数，怎么偏偏宠她卫子夫那个小妖精？这将来天下不是你们姓刘的，也不是姓田的，更不是姓王的，而就只是皇上赐起的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倒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除掉他。这怎么能办得到？说吧，这么大老远的来，找我有什么屁事？别那么不耐烦，你跟我撒什么火呢？茂陵是远了点儿，可那是皇上亲自下诏将你发配去的。我去求过丞相，也求过太后，人家去求了情，可是拦不住啊。你给我说情，你若不害我，就算对得起老子了。本公主还记得当年是你的枕边人，不像某些人，这种无情无义的事儿，本公主我做得出来吗？你少在这儿冷笑。这事儿要怨呐，就怨你郭大侠名气太大，本事太大，让皇上盯上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告诉你为什么。皇上说了，连太后都给这姓郭的求情，可见这姓郭的势力有多大。这样的一方豪霸，非除不可。皇上也不是不认识你，当年他找姐姐的时候，官府都寻不着人，你一句话就把人给带来了，谁不怵你呀？要我说，发配还是轻的呢。当今的皇上可不是个善主，他不欺弱，专门欺你们这样强的。我和田丞相能保住你的脑袋，已经是皇上给我们面子了。告诉你一个内情，你到了茂陵是没什么动静了，可你的徒弟们还在四处杀人，张汤奉旨正在为皇上亲办这个案子。是吗？田丞相让人为你去说情，说你本人并不知此事，只是你的徒弟所为。但是你可知道公孙弘那个老东西是怎么跟皇上说的？他说如果郭姐不知情，那就更说明这郭姐非灭九族不可了。这是什么混账道理啊？公孙弘说你的徒弟杀的都是你原来的仇人，他们可以不等你的命令就去杀人，说明你早已是世夺官府、全国无冕之王了。这种黑恶之手不除怎么行呢？斩草还要除根啊，那就让他来。算我还没看错人，这还是句英雄汉子的话。等等，把话说清楚再走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皇上不仅要收拾你们这些豪强，也一样要收拾我们这些皇亲国戚，看谁不顺眼就收拾谁。姓窦的是他老叔，不一样被灭了九族。我们都倒了，你有什么好？你难道不明白吗？当今的皇上是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跪在他的脚下，来实现他的大功大业。说了这么多就是发牢骚骂皇上，你所做的一切也早已足够灭九族之罪了。哥哥，你小瞧我了，本公主我也早豁出去了。我今天来找你也是和田丞相商量好的。我不想掺和你们那朝廷的事儿，再说我又算什么？不许你说这样的窝囊话。
郭大哥，你知道，本公主这一生真正敬过、佩服过、真正真心喜欢过的男人，就只有你一个。这时候我不来找你，又找谁呢？别着急，别着急好吗？等我把话说完了。匈奴不断烧杀抢掠，朕真想立刻再跟他们拼个雌雄。有边关各郡涌入长安的难民到底有多少人？哦，陛下，有10余万人涌进了长安城，被京都尹打了个圈子围在城门边上，按时每日发放粮食。那就再多开几处官仓，告诉正当时，如果他办得不好，朕拿他试问。陛下，嗯，看来这仗早晚是非打不可。你说呢？可是现在朝廷上下还有些人心存疑虑，自从马邑之围之后，每当提起对匈奴用兵，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，不敢轻言。难道你也如此？那你以为现在朕在考虑什么呢？我想陛下当然是在运筹帷幄，但是陛下什么时候才能够前纲独断，下攻击匈奴的决心呢？记得当初芈月叛乱，陛下独遣严助卫青100余林，轻轻松松就将事情摆平了，可没有像这回犹豫这么久啊。那个时候朕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。记住，芈月不同意匈奴，高祖以来几代人没有解决的问题，马邑之围的失算说明打匈奴不那么简单。这场战争你要记住，不打则已，打就起码要打个10-20年才会见出分晓。朕又怎能不慎之又慎呢？陛下，现在朝廷上下气氛和原来可不一样了，原来那主和的现在也都要主战了。马邑之围之后，匈奴人侵犯我边境达78次，掠杀人口累计达115000余人，事实摆在面前。绥靖，随什么靖？越随越不靖。也难怪先前有一些言和的人现在都变过来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一股潮流来了，朝下还有暗潮，难道真能相信所有的人都在真心想着怎么打匈奴人吗？不，有些人怕是想以外战来转移朕对内政策的实施。也许他们对朕目前例行的各项更化改制有些受不了了，就想搬出匈奴人来替他们分担一下。但是朕偏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。跟匈奴的决战时机还不到，朕一定先要把内忧一一消除掉，再来对付外患。快来快来，是你的妹妹啊？对。连年，朕很久没有听到你演奏了，
延年自入乐府，整理改编了一些新的曲目，多数已经练熟，陛下不妨于百忙之中抽空欣赏一下。好啊，安排在什么时间好呢？找个好日子吧。陈卓，你来安排，届时让各宫的娘娘、公主还有命妃们都过来听听，大家一起热闹热闹。奴才领旨。亲家母啊，咱们可是有日子不见了，最近你可好啊？是啊，可不是有些日子了，大老太太过世以后咱们就……其实也没什么，这日子啊还过得去啊。我知道你受了一些委屈，可是人呢求不得十全十美呀。你看看我，儿子是皇上，我是皇太后，你说又能怎么样？人家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就根本不听你的了。你说这不见吧，还惦记着；这一见面，就把你气个半死。这只能自己想开点儿。我想啊，朝廷的事儿啊，我不管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可是这个后宫，你说我不管行吗？当初阿娇和智儿的婚事，你说咱们俩费了多大的劲才立起来的。可是如今有人想取代他，所以呀，我找亲家母来就是商量这事儿的。你的意思是说皇上又要废了皇后的念头？他有什么念头咱不管，你瞧瞧他姓魏的女人，把皇上哄得跟什么似的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哎呀，这也怪我的阿娇没那个福气，你说到现在都没给皇上生个儿子，这皇上能不冷落他？我看那卫子夫长得倒平常，又会讨巧听话，听说最近又怀上了。这一旦给皇上生一个儿子，那皇上能不宠他？这阿娇怀不上身子，那未必是阿娇的事儿。听宫女说，皇上几个月、半年都不到皇后宫去一趟，他能怀上身子吗？亲家母啊，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？我这是向着咱们媳妇儿，我就把话说明白了吧。要没有阿娇，没有你窦太主啊，那也就没了我这老太后啊。皇上现在可不这么想了，人家的想法变了。怎么个变法？他呀，完全是因为要重用卫青才宠幸那卫子夫的，他想摆脱咱们后宫。皇太后的意思是？我琢磨着，再过几天就是皇后的生日了，咱们呢得好好的张罗张罗，让朝廷上下有一种气氛，也让皇上知道，让老百姓大臣还得重视咱们皇后，他别想废了他。皇太后，妹妹，我全听你的吩咐了。姐姐别这样。姐姐。如果建立一支足以与匈奴抗衡的骑兵军团，卫青，你算算看，得需要多少优良马匹？就南军目前装备的马匹而言，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，都远远够不上需要。如果全部加以更换，就需要去塞北匈奴马市再买，至少需要10000匹以上，只怕这笔开支太大。钱你不用担心，国库里有的是，如果花光了，朕再让三红羊去筹措，该花的就得花足了。朕担心的是钱花了，马的种性达不到要求，还有这么大的数量，匈奴人肯卖给我们吗？臣听说
边境马关最近走私马匹的贸易红火得很，都是双方民间私下的交易，臣以为朝廷也可以通过私商去套购。陛下，皇后娘娘那儿派人来了，说是有要事禀报。启禀皇上，这月初八是皇后娘娘29岁生日，皇后想请些亲戚来热闹热闹，也请陛下能够赏脸光临。皇后还说，陛下已有3-4个月没到她那里去了。朕不去，不就是29岁生日吗？又不是20、30的逢时大寿，这生日有什么可过的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你回去告诉他，不必张罗。就是张罗了，朕也不去。是，奴才明白。卫青，你接着说。陛下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皇后乃是后宫之首，皇后娘娘的生日，陛下要是不出席的话，怕是整个后宫都不安呐，怕朝廷也会有议论。卫青真是厚道之人呐。也罢，陈陀，奴才在。朕不是让你安排李延年献乐之事吗？回陛下，我已经安排在明天晚上进行了。不用明晚了，安排在初八晚上，跟皇后的寿日连在一起，也算是朕的一份寿礼吧。你去跟那边说一声，完了告诉太后。奴才遵旨。卫青，接着刚才的说，那边关马事朕考虑了一下，你最好是亲自去一趟。少倒点。哎，好了好了。新路才好了吗？回皇后，是的，都是从木槿花叶上一滴一滴地采下来的，我们3更天就守在那儿了。好吧，你们都放下吧，下去吧。调制仙露就怕沾上你们身上的凡俗浊气，都下去。是啊。啊，皇后。我说皇后，你整天摆弄这些东西，皇上不是最烦这个味儿吗？为娘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就是不听。你们这底下人也不说说他，来人，快点把这些这个那个通通给我拿走。不过是些养生护肤的东西，拿下去吧。赶快。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，一天到晚给我疯疯癫癫的啊，我看你是不想好好的过着日子了。别说皇上受不了你，这谁也受不了你啊。他爱受不受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说你这孩子。姐姐万福了，刘琳是来给姐姐报喜信儿的。陛下降了旨，现在宫廷内上上下下都在忙活着，初八晚上要给姐姐过大寿，这可是普天下的大喜事儿啊。现在皇宫里大臣啊，各宫的娘娘命妇、王侯公爵，到时候都要来给姐姐贺寿呢，还有皇上到时候也到场。谁稀罕啊？蒙谁呢？这皇上一连几个月连人影都没有，
又拿什么浑浊生活、恶俗礼仪、场面，假模假式来骗大臣们吧？哼，他呀，我早看透了。你们谁愿意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，就是抬我呀，我也不去。嘿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这皇上亲自来参加，这么一个体面的大礼，你一个寿星你不去，你这不是拆台呢吗你？母亲，又是你的馊主意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又想在大臣们面前露露脸儿，让大家都知道皇上多宠你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啊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非得去不行，越来越没样了，你不去也得去啊！你气死我了你！您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这丫头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？让我来和她说两句话吧。真是气死我了。姐姐，你也别着急。其实妹妹也知道姐姐一向烦心事多，这年头谁不明白呀？什么所谓的庆寿，也不过是光禄的茶汤、武备院的刀枪、公车署的文章、太常寺的生黄、青天监的阴阳，还有太医院的药方，不过都是些样子货，对吧？说句不怕得罪姐姐的话，其实这皇后的寿诞庆典，那也是给天下人看的样子货。姐姐有没有想过，干嘛非做这个样子呢？那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谁是真正的皇后。姐姐，你贵为皇后，就得母仪天下呀。所以有些时候这样子还非做不可呢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姐姐要是心里不舒坦，或者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，那也好办呢，你叫妹妹我来陪你消遣。还有，别老憋在这宫里面，偶尔也出去溜溜啊。哦，说到这出城，我倒想起件事儿来。嗯，姐姐你知道吗？近来这长安城啊，来了个叫楚服的大仙。哟，什么大仙啊？这大仙呀，可了不得，他呀会用肚皮说话呢。啊，拿肚皮他怎么说话呀？我也是好奇呀，就去看了一下。咱们人呐都是拿嗓子说话，可他不，单用肚皮说话，嘴根本就不动一下。你说莫非他肚子里啊还真装了个大仙不成？还真让姐姐说着了。他们都这么说，说他肚子里面一定有一个林哥哥。哎，哦，这个林哥哥呀可真是了不得，能够知道人的前生和来世，也就是说他能看到你的上辈子、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三辈子的事儿呢。哎，刘玲啊，这事儿你怎么没先跟我说呢？还真有这种人呐？千真万确啊，我不信，哪有这么深的神人啊？要不这样，哪天我把他接来，让你们也见识见识。哎，好啊好啊。哎，他不但能看到人的心事，还能够空手一物化白为黄。哦，连田丞相的病啊都在找他治呢。哎，都给我手脚麻利点啊，活给我干得仔细一点，别让我挑出毛病。哎，这下边也得擦。邓公公，皇太后都准备得怎么样了？回皇太后，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，都是按照宫中最高的程例办的。都请了哪些人呢？这事儿皇上先前有过吩咐，只限于这个宫中的娘娘、命妇。皇后的生日是天下的大日子，仅一个后宫有什么可折腾的？不行，朝廷的大臣、将军、城里的王侯、公爵都得请到，全都得来。可是，大胆，把皇上叫来，我对他说：“回皇太后，皇上昨晚带着卫青出城了。去哪儿了？奴才不知道，皇上谁也没告诉。”这像皇上吗？真是。那好，他不在，皇太后我就做主了，按我说的去办，马上下帖子。奴才这就办。你看那烛台斜着呢，往那边点儿。您放心吧，我让他们马上弄好。你是什么人？本侯怎么不认识你啊？我认识你呀。哦，嘿。
南平侯王雍车驾到，城山侯车驾到，杨凌侯车驾到。侯爷睡了吗？侯爷去宫里给皇后娘娘贺寿去了。皇上没来，那回去。行了，行了。快走吧，已经很好看了。陛下，皇后寿诞之日，怎么能马虎呢？你就以平常之心，穿上平常之服，朕看看谁敢看轻你。还有一层意思，陛下难道忘了吗？还有什么意思？自臣妾来宫中侍候陛下多少年了，臣妾还从来没有跟从陛下出席如此正式的仪式场合。臣妾如果不装饰的庄重一些，那也与礼制不符啊。你不说呀，朕还真给忘了。那你就好好梳妆梳妆。朕就在这儿等着。什么？杨凌侯被杀了，还有人冒充？是。快，调羽林，立即赶往交房殿。皇上驾到。
小青。皇太后。皇后怎么还没到啊？都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没事吧？都到了吗？回陛下，皇后娘娘还没到。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她本来先到了，又觉得衣服和光线不协，又回去更衣了。就她事儿多，不等皇后了。开始。奏乐开始。为何人这样痴情？